今天我们吃羊蹄子，我们的羊蹄子再撒上这个香菜和小花葱，味道肯定没治了。嗯，快吃吧，嗯。嗯。哎呀，我自己来。哎，有点烫。嗯。 这味道感觉直接上来了，这可软烂脱骨呀！嗯，这味道是真没辙了。嗯，看朋友们。 嗯，这味道嘎嘎的味道。嗯，这味道直接上高速了。嗯，羊蹄子有羊蹄子的独特味道啊。嗯，哎呀，我再来一个。嗯。 小姨子，你怎么看着不太高兴呢？不太适合喂呢？隔三差五不吃羊蹄子就是牛蹄子，咱们能不能换个吃呀？可以呀，你想吃啥？想吃羊腰子。羊腰子，嗯，明天给你做羊腰子。嗯，我要烤着吃。嗯。